马来西亚籍超偶歌手艾辰昨天坠楼意外身亡，妻子王彤昨天大受打击，一脸憔悴，不时露出呆滞眼神，但却有大批酸民涌入他社群谩骂，经纪公司赶紧先关闭脸书。 Lulu 也在脸书发文，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，失去亲人的痛是无比巨大的，这时候不需要过多的关心，更不用说这些无谓的批判，并写下批评别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高级，你我都不是当事人，心地好一点，霸凌少一点，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。网友狂推，说的真的太好了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